是吧？杀都杀杯过路费。对，你们先动两下，先动两下，看看有没有问题，先动两下。哎，没别人得两过。谁？哎，今年过去禽兽又要多好多梗吗？你妈，我想有的梗吗？啊，我自己可以造出来的，还是什么是？难道是我想连着摸十几张红牌？ 我拿到是红牌摸上瘾了，对吧？是呀。可以去问问你的那个红牌概率是多少？百分之两百。1%约等于1%。啊，我想了个事情，我应该把直播间的那个暂停了。真假？我把灯掉卡。 我不知道你这概率真难想。我操，电脑卡了。心梗让伊利亚心梗了。好。好了，准备好了，扣个一。明明是50%，看到没有？准备好了，选手请在公屏扣一。因为这次框架是两边同时，两边我要控制两边，所以时间可能会有那么差个几秒钟。我有点不敢开外国组。我去，完了，我这边流卡了，9个画面直接卡炸。法爷好了吗？法爷，我决定不啊，9个画面了，太怪了。我都是只开2个流，你不知道谁是谁了？国内开又国外开，确实太乱了。 不然太乱了，不如你们啊，来一个外国。来一个开弟弟直播间。Land is needle 2021。那我去学长那边看。5，4，3，2，1，Go！ 好，同步开始。好的，比赛开始。哎，等一下，外国那边哪个人是对应哪个号啊？不知道呀。好，现在可以看到第一面的机制是。老爷可以说话了，老爷可以说话了。可以。这个估计不用介绍作者，大家懂得都懂。懂啊。那个老廖那边左上 A， 左下 B， 这个要懂。大概吧。哦，对不起，我中间 E 是吧？ 嗯，中间E。Bummer。哎，没切。解说员分别都是学长跟学长们啊。解说员分别是学长和学长。学长学长和学长以及学长的奶。和后勤 Q 123。 和后勤 Q 123。所以 Q 奶。实际上只有两个。Q 奶操。 有学少跟 Q 少，我感觉这个票是还可以哈，都能想象到歌迷在玩这个时候是个什么样的心情，玩的被逼出电音，都满了，都电满了都。 哎，我去 ，WTF 是吧？啊，我的妈！啊，我的妈！怎么这么难？哇，你看这 Lollikit 的，哇，瞄的真狠！哇，这个时候把那句话打在公屏上，输名号。 奴隶盒子和波尔现在是同一个。法爷还在第一面啊，然后啊，赛爷来到第三面了。 看一下，波尔猛士。啊，现在法爷和那个，哎，和大毛在第二面，奴隶盒子也在第三面。奴隶盒子看不过了，真看不过来，我靠，9个屏幕，真看不过来。其实这是作品的两个，两个小时15分钟。现在奴隶盒子好像在找路。坏呀！坏呀！坏呀！ 目前好像是Boomer最快，隔壁有人说Boomer not gaming that hard to be honest， 然后说Blame Morphy。
翻译一下，打了个井号，话题 blame Wolfie。好，下一页抢先到了第三遍的第二个声道，都怪 Wolfie。这不都怪学长吗 ？Blame Ghost。啊，中元节快乐！操。好，赛爷来到了第四面。哇，这波波也打得太快了吧！波波到第五面了。我操！这么秒的。妈，国外棒棒现在开闸了，赢在飞了。可能因为啊，那个Wolfie也太熟了，是吧？棒棒是 C 吧？对，棒棒是 C。妈呀，刚才语文跟我说是 E。在哪里？来到第五面。事先声明一下，这次到位版本也是送给 A、M、B 版本 C。事先声明一下，这次到位版本也有阉割。哦，阉割可以说当幕后花絮。也阉割了部分版次，部分面，有些面没有在这次展现出来。哦，懂了，经典这个游戏发布的时候再加是吧？第四面。好，但他死了。是不是游戏发布的时候在加？这叫什么特色？那个这叫什么特殊关卡？对。啊，这边赛爷是不是？啊，赛爷是不是最快的已经成为了赛爷啊？赛爷目前赛爷反超八万成为第一名。第六面吗？现在是他在。对，他在第六面。好的。哎，在第六面，然后萝莉盒子跟大毛现在还在第三面。啊，努力给在干嘛？法爷在第四面，法爷起来了。法爷昨天仰卧起坐，现在终于起来了，太好了！哦，赛爷到了第七面。对，赛爷到了，优先到达第七面。太快了。优先到达了。开飞了，开飞了。你知道啊，两位爷现在国内主领先是吧？算了，我决定直接看延时版本的吧。我想直接的吧。太卡了，雷姐，一起卡的话。卡倒不至于，就是看不过来。波波来到了第六面，看学长版本。现在赛爷还在第七面，再找个时机。哦，赛爷过了，赛爷过了。要牛啊！过了过了。第一个 L 也过了。过了第二个方方。第一个 stage 直接过了啊！这是赛爷。第二个是，哇塞。第二套也是不用说柱子，这什么 gaming？ 射一下会方向火箭拉速度变快啊、哦！对，火箭是方向移动速度变快，这个是落地取消。哦好哦，赛爷秒了第一面，第一面教程了，开始第二面。领悟能力特别快，这个没怎么见过，说实话。对，这个 gaming 我也没咋见过，好像没见过吧？是横向速度是三倍还是两倍啊？看着像三倍，我也觉得像三倍。这个射击提速应该是三倍。那这个射的这个东西本质上，这画风中元节了，属于是。好，还行。大毛来到了第四面啊！大毛和那个萝莉盒子来到第四面。好、哦，有一个经典过头杀。那这个射的这东西本质上是算 block 吗？还是死砖？赛爷这是初见，对呀、啊，那个玩的跟二剑一样。待会你就知道这是 block 还是 kill block。这还待会吧。经典。我感觉，说实话，挺不适合我玩的。法爷好像也要过第一个 stage 了。啊，快了。快了。还有一面。法爷来到第一个 stage 第六面。好，波波来到了第一个 stage 的最后一面。啊，不是第六面吗？波波呀，我说的是波波、哦。现在国外队最快的跟法爷是一个劲。国外组吗？我看国外组。都是用的是流。不太懂啊，我已经忘了是第几面了。啊，萝莉盒子抢先大毛一步来到了第五面。这第五面。赛爷，你直接你完全是开一条二的。啊，赛爷，哇，赛爷飞起来了，哇！一骑绝强啊、哎！不懂就问赛爷之前速通吗？赛爷应该到这个 stage 第四面了。啊，好，是属于一个 block。好，棒棒来到了第二关。哇，秒了！
强。不懂就问赛爷，这是在速通吗？我也感觉他根本就没死过吧。对，哇，太强了！导完路直接秒啊！哦，可惜可惜，太猛了，太猛了，太猛，太猛！更来请问赛爷是二阶吗？这宝马算是个什么东西？有我赛爷一般厉害。Revenge Sarah next year， 年年都是 Revenge 是吧？年年是说着我想到啊，赛爷开局前说啊，提前恭喜萝莉盒子是吧？经典反奶，经典反奶，笑死！哎，那个深色的是跳的高是吗？啊，蓝色的那个。哎，不是蓝色的，紫色吧？我觉得这跟那个那个变速墙是一个原理，地重力吧？对，这个在 NAN3 里面有类似的定义，但是啊，就是那个以四项重力的那个颜色差不多，对，是差不多，应该差不多，应该是一致的。完了，我觉得这个速度发言真的要见跟那个黄，红蓝黄紫绿，好。嗯，法爷似乎卡在了那一面。我感觉就这个进度，这再有二分之一时间都不用吧，1分07秒。那这个进度的话，法爷黑了。7分钟。接下来进入 stage 二的应该是 stone。他刚才好像调一下 OBS。法爷现在开始有那么一点点的掏了起来。二件速通警告。好，法爷他飞了。喂，法爷，法爷暴走了吗？好 ，Stomp 来到了第 stage 二第二关。Gorman 现在应该是在第三面吧？我已经不记得这个面了。法爷，金猛哥。啊，法爷开始了，法爷回来了，法爷回来了。来，再跳出。法爷去干了会儿手游回来了，恭喜他。干完了是吧？你出完刀了。赛爷现在这个档有点卡。是的。69点，有点不止吧？差不多。哎。因为死机每次不太好。啊！法爷神作了啊！他刚刚死在那个。上右边台阶的那个刺儿上。啊，波波要追上赛爷了。啊，别开这个。啊，他死在过面了。过面才是啊，法爷好可惜。好，赛爷没给波波快追上赛爷，过面了。赛爷啊，赛爷过了，赛爷过了。这个是赛爷领先一面。看一下这个新砖是什么？缓降吧。哦，缓降，就跟水一样。啊，我好懂啊。啊，你看看轨迹，他懂了。还有这个黄色的，哦，黄一个黄和绿是相反的。没有，我看这个延迟，我才刚看到有个那个青砖，你就说哦是缓降，那我这不是你好懂啊，好懂啊。那不行，没个来说我还不上艾瓦拉圈的操。拜托你很弱哎，你很强哎。拜托你更弱哎，你很强哎。好，法爷来到了 stage 1的最后一面。最后一面应该是第七面，这没错的话。好像经典国那个国内组打头，国外组中间，国内组垫底。哇，这边有点解谜的意味了，这么多砖。是的，确实射起来比较麻烦。我这种事我觉得赛姐肯定随随便便就搞掉了，一组了。哦，面儿也啊，可惜赛爷死于过面那儿了。过面后还一大段呢，是的。哦，你看你，你看过面那下落后面啊，三个砖。哇，看都看不懂。哎，那个黄的是干嘛的？我还是没看到。哦，黄的速降啊，加速下落，那个就是要射那个中间而已。啊，那我懂了。黄的一般没啥用吧，这不是坑人的。经典，三选二，三选一。万一呢？你要射得准吗？这个很考验准度的。
啊，怎么三爷闪现死亡了？好，法爷来到了第啊，法爷来到第二 stage。对，纯路人为什么 nader 行不到？啊，哎呀，没收到绿砖，三爷这把可惜了。纯路人，法爷苏醒了吗？啊、法爷睡醒了吗？啊，法爷三爷成功，法爷开始飞了。呜、哦，这法爷。法爷试图开始理解啊、这个西米克是吧？法爷哈啊啊！这什么？最讨考验动态视力的一关。对，啊，法爷在一阵哈声哈语之中啊，奔向了胜利是吧？法爷直接不懂啊！我去，这反声蹭板有点离谱。哇，啊、离谱！嗯，这还能回来？哇，太离谱了！不、嗯、帅，这就是SAIRA吧？就是赛亚乔的能力太强了，太能开荒了吧！哇，那个板，哇，看到那个板子，我操！我去，这是不是快打完了？对，要啊，第三个 stage 了吗？哇哇！赛亚牛啊！才十几分钟啊，才十五分钟不到，赛亚是真的离谱。哦 ，safe， 这经典 safe 关，好，大的要来了。大的要来了，男的要来了，谁也会出现，过一个谁也会出现啊！这个好，嗯，刷新机制还行，我、这边东西都是刷新的，我还挺帅，说实话，这个就不到啊。其实现在刷新话都带有一定解谜成分了，应该是按 shift 之后消失，对对对，就是交互之后会消失。我操，这都什么东西？啊还挺帅，说实话，真屌。那就大概在水中下落一会儿，然后等刷新上来，太怪了。听到一声哈，一声哈。那法爷玩这个肯定哈，不用想了。动脑子直接先哈一声再说。你想想歌迷玩这个的时候怎么样？哇，不知道歌迷有没有说过他玩这个。法爷找哦，上爷找到了轴，但他还想一下。应该早就理解怎么走。就是不太好操作。这通俗来讲，关门应该也要快过了，应该关门要到第二关最后一面了。对，应该要过了，只要这里不死。好，关门过了，关门也到了 stage 三，跟法跟赛爷同齐了，并同齐了啊，不对，还差一个档，我错了，我忘了，还一个档。大毛到第二关了，大毛也来了。好，赛爷存上的来，来到了，第二个档跳，什么东西看不懂啊？大猫正在试图对金克进行理解。我不得就问这个是什么？不是，大爷怎么吃个加一下回来了？想等延时，想等那个加一下延时抓那个，对，哇这样，哇这个，哇这样不行啊，这样还是其他还是一样的。对啊，他这个没啥意义。但是走不能直接跳到板上吧？那二段用掉了，上不去。直接上板肯定是、直接上板肯定是。就是做，就是制造一个三段跳，制造一个三段跳。感觉就是制造一个三段跳的意思。盒子倒了，房屋卖啊！大毛反超了盒子，来到 stage 二。又开始卡了。现在，大毛和法爷相差一个档，然后波莫跟那个赛爷也是差一个档，萝莉盒子也到第二了。萝莉盒子来到 stage 二，确实，我还是没看到他这里怎么走，看不懂。这个地方我也不太懂，什么意思？看看他是不是个四点五，直接四点五上去，四点五吧。其实像那个赛爷就先吃加一跳，然后滑到藤上，然后再跳另一方面应该是可行的，理论上可以。看时间对不对得上，他那个刷新时间太久了。我觉得滑到最底下再起跳可能可以，我只能想到这个方法。就是做一个单单跳。好像有谁那么有细微的杂音。反正多跳跳吧，管他。好像已经不是细微了。对对对，就是差不多这。有一部分的声音是法爷的。
他在 Discord 开的麦，有一部分的声音是法爷的，但是他在 Discord 开的麦有个键盘声，我已经拉到百分之两百，但是他的麦有时候特别轻，我已经拉到百分之两百了，我拉不出去。好，三爷跳上来了。哦，啊，这直接跳，哦，那个墙没用的那个墙，啊，这我也以为那个墙有用，原来直接可以跳上去。完了，我们都傻了。我这第一期感觉就是要用那个藤啊，这。啊，这第二跳倒是要用的疼，操！操！吃大亏，想太多。哇，最后这一跳感觉还挺难的，上当受骗。啊，波波是一下就理解了，这个可以直接跳了。哎，操！我们都太……你们有人开着隔壁的源吗？稍微关一下，我那边下载有问题。啊，那我关了。啊，特指法爷的源，你们看法爷卡吗？不卡呀，我看法爷不卡。对，不卡。那我把卡也关了，啊。没理解狗斯特说什么意思。就是法爷卡了。你们看，他说他收援卡，可能是我们占资源的原因。是吗？啊，这个。我学这第二面什么神仙，第三面什么神仙绕路。哎呦！这太会摆了吧！我操，看不懂。这个就感觉很有意思。这要是我肯定是什么零杠十一百杠一百。啊，要是你直接喊一句歌迷救我是吧？直接丢到坡里面。丢到坡。JW。大毛说手指按不。全都是学长，几书全都是学长。对啊，怎么那么喜欢摆加一跳的？啊，现在那绕路方式也就那几萝莉盒子还在第二面。好了，咱们手上挡吧。哦，他们萝莉盒子现在跟那个大毛是同一个进度，因为他们首先存上那个第三面的挡。就赛亚那个跳了有一颗脑袋，啊，这卡了，法爷呢？还卡吗？法爷呢？学长直播间卡，哦，是小号那个。看一下，斯东克到第三关，对，斯东克也到第三关。啊，好像说好了。东哥还是强，嗯，法爷那没办法，法爷站在这儿不动，好，可能是去调试。赛爷已经全上档，赛爷怎么开始来到了这是第三档？赛爷怎么很对？怎么又是跑红？啊一周是，啊，嗯，赛爷怎么回来十二了？啊？啥意思？啊，直播间赛爷回 S2 了。刚才直播间OBS 炸了一下，然后设置没保存。OBS 炸了一下，然后设置没保存，现在好了。啊，我要重新调了一下。吓死！好家伙，学长前子。我还以为赛爷现在跳了，他那个跳出 save 了。赛爷这里理解的太快了，我刚理解太快了，他就已经跳出来了。我完全没有看怎么跳，我在这看热闹。波波和赛爷都是那种理解型很快的，这也太懂了吧！太懂了吧！我操，董爷，你是董哥他爸，董爷。哎呀，这里这样跳可能不太行，这样上不去。两个蛮力可能太强了吧？不要极限了。啊，磕脑袋了，好痛！哇，别说了，看着就痛，我一带。啊，没上去。我应该不是这么上的，这样是上不去的。对对。那上腾的话，荡上去是荡不上去。上去就是个问题。
难道压时间踩水吗？两个满力等水刷新应该是。哦、应该踩水。两个满力等水刷新，对。哦，有道理，有道理啊！对，这样的确能上。哦。好，也来到了第四个 save。哎，这个 F 级好哎。怎么隔壁还有 F 级？这种 F 级可爱性。这个 F 级是能上的。怎么隔壁还有 F 级啊？没看到。好哇，这档秒了。秒哇，这个档秒了。哇，很快。秒了。快。然后路呢？不是，我要往哪儿跳？哦，卧铺在那儿啊！哦哦，没事儿。啊，我看懂路了，我看懂路了。哇，这藏的也太深了。我这怎么摆出来的？太离谱了。然后，好难啊！然后怎么跳？最后一跳。哦哦，那儿给站。那个跳是。对，站在这儿，然后再跳一下这个就过了。这是第四面吧？那刚刚那个主要是找路有点难。嗯，好，现在应该是来到第四面了。现在找路，找路，路在哪儿？先跳再说。能跳到哪儿就算哪儿。我这就是老哥说的水藤版加点皮米克吗？操！你为什么还没想起来？突然想到的。啊！狗斯特全责好。这个谁懂啊？真的不太牛逼。水藤版解谜真好。花活，真的花活，绝活哥。为什么跳刺比综合解密难？这是为什么呢？还好不是啊，初见他走是吧？他这个初见跟二见差很远啊，感觉这个二见之后，感觉这一下就玩过去了。是啊，初见主要找路难。对，这里贴六下地好的干嘛？啊、跳刺内卷严重，跳地这个跳刺天团秒坑，然后怎么走到路之后，就直接一次过了，这最后一跳了。跳刺天团从帅爷虚尊，哎呀，应该是直接上去的，应该是直接上去的。你上他以为是走右下方那个，右下那是堵死的，不可能走。对，他根本没注意。只是可能以为是要走哪儿，然后发现跳错了。Stonk 都在第三面 ，Burma 马上要过这一面了，最后一个档。啊，可惜死秋山了。都是秋山，没事了。蹭到那个藤，没有蹭到藤。是的。哎呀，蹭到藤的那个时候被狙了。Burma 也来到了第四面啊，第四面。就赛爷前一个档吗？赛爷前一个档，对，啊，到了啊，赛爷滑下去了，哎呀，可惜。哎，不对，是同一个档，不是前一个档，是同一个档。哦，是同一个档。对，这个档太长了。太长了，因为太漫长了，我们都忽略它。说到秋山就想起了他，这、啊、这是什么联想？啊啊，加一下没吃到，啊，好伤。啊、不对，为什么我们眼里只有赛爷了？不行，我们得看看大毛和萝莉盒子。那赛爷先缓缓。隔壁外国子还有一个赛爷子。啊，刚过。好像，哎，大毛和萝莉盒子哪个要快一点？忘了。萝莉盒子最慢。盒子最慢。大毛领先。一面吗？盒子还没出那个什么，盒子还没出，刚出那个蓝砖嘛，盒子刚出蓝砖，是吗？果然赛的奶也不是什么好奶。我突然想看到哥们反超这个赛爷的戏份。你搁那边学一句呢？
这个想法的话，你可能要需要一个位置变量，他名叫学长。杂音麦关了，是谁的麦比较杂呀、啊？不知道，不知道，我们这边麦没有杂，应该是他们听了那个法爷那边的音源，然后他开迪斯靠的那边。对对对对不，我这边听 YY 声音是不炸的，我这边什么声音都没有开，法爷那边音源也没开。嗯，我以为是我这边炸了。啊，没有没有，你要炸的话，我会骂你的，不用担心。不过你一开始确实炸，确实刚开始开了加长，现在剪掉了。啊，赛爷还在那个档，真的长。这个档难的，又意思又有深度，啊，又被车加一跳。这太意思了，确实。我加你加啥啊？你加又炸了一小节的法爷的音源。哦，把 Discord 那边我关声音了，然后应该会好一点。哦，然后我去洗个澡。啊，好，去吧去吧。看到了，卧槽，世界安静了。世界安静了。Discord 的全职。把 Summer 赛也 Bomber 上去 ，Bomber 他们那边外国组是 Discord 的一个频道，都在一起说话，不可能单独拉出来。组别不一样。然后赛爷也不说话呀。对。然后就法爷有时候还爆两法语是吧？这边法爷都要最后一面了，这边法爷已经最后一面。是的。你们要是需要、啊、来到了第二个档，偷听。赛爷终于破了这个档，可以切这个档卡的有点久。啊，什么偷听？他说直播间那边吧，应该是。你们要想听的话，我切过去。你那个国外要过这一关的、嗯。你那个，你学长支不支那个号？对，最后一面吧。用因为惨遭阉割。哦，法爷，法爷过了，最后一面法爷来到 stage 三了。牛牛牛！牛啊，法爷！看他能不能迅速理解这个 gimmick 吧，这个有点难理解。这个 gimmick 标准水城版，只不过那个啊 shift 会那个触发，应该还好理解。就操作难度上要比 stage 2要好一点。我现在比 stage 2要设。我现在对找路非常的感兴趣，我的关注于赛爷这个档。那个路你主要是你的解谜啊，那个想法作祟吧。好啊！突然发现博门也过了这个岛，我都没看到。你不行呀、啊！你自己直播间那边卡了。啊，赛爷来到第三个岛。哦，正常正常。第三个岛。赛爷来到了第三个岛。没看懂。这是这一面的最后一个岛，也是这一关的最后一个岛。啊？准备结束折磨了是吧？因为这关测试员测了太久了，然后呢，怕这个选手跑步完，缺了几面是吗？阉割了好几面，然后之后会加回来了，应该会加。然后现在我就后悔了，应该给这个赛爷一个特工吧，把这个全部给他塞进去。好家伙，特工还行，应该是特供吧。好，邦邦又追上了，邦邦又跟赛爷同一个档。赛爷看路牛啊！哇，赛爷过，赛爷过，哦，赛爷最后这一跳直接过。赛爷，我谢谢你，笑死。确实，确实下一个。哎，这个画风，经典，这个终点在眼前，然后绕一圈。操，这个。大家猜猜是谁做的、啊、就各种水用法，好家伙，俩零亚的三段水，零亚三跟去年不是一模一样吗？对啊，这把猜是谁做的 ？Water 零 ，Water 一 ，Water 二 ，Water 三，操，确实。321Q，321Q，321Q， 不是我做的，不是我做的，这太像了吧？对，我怀疑你指的像是指的画风。这玩法，这玩法也太像了，是吗？对啊，这原来那个也是零一二三，就是原来那个 Q 一二三面，它也是在 ZP 后面，也是，啊、哦、不对，在 ZP 前面是吧？
啊，在这边前面。哇，赛爷啊，第一个档非常迅速就过了，果然水还拦不到他。理解了。啊，会上升的水、这个、水果和右边的苹果一块在往上、啊。不是水果，操！水果，水果没毛病。确实水果 ，delicious fruit。没问题。说错了。怪事。怪事。哎呦，那右边那个是不是泥谷？泥巴谷？泥巴谷叫什么？泥谷？泥卡普？泥谷？好，泥卡普？泥谷？确实，泥卡普。泥卡普？好啊，感谢老果给我们带来了三段跳啊，感谢老果。哎，怎么一个没看这大毛跟法爷怎么站在了同一个板子上？同一个思考。笑死了，差点以为刘谦切错了。非静止画面。哎，这个盒子也到了。啊，大毛动了，法爷死了。怪事。法爷说了一句：“什么意思呀，大哥？”大哥，大哥，啊、这个尼古，现在、啊、这个尼古过后是零段水。萝莉盒子也到了第三关，看萝莉盒子能不能在这个机制上反超、啊。到了第四关，包包到第四关了。这关萝莉盒子应该随便秒。我觉得大毛跟那个萝莉盒子偷听我们对话，应该还会比较好理解吧？萝莉 Kid 怎么在下面？他们一点没理解。一点没理解可爱心。盒子经常玩 Zip 应该没什么问题，不可智能，如果你说反了你就死定了。一段你会被雷盒子杀死的。这一段剧法爷已经知道过法，这就是后面那个第二面的零段水应该怎么过，这很麻烦。哦，好，三爷过了，三爷来到第三个档，哇，这居然是个大面，没想到，是啊，哦、这是什么 ？Platforms 二三，二段板，三段板，三段板，哦、不是什么东西 ，Trigger， 啊，像那个 Triggers、哎、我没看懂，哇，这里勾起了我不好的回忆。此时一块啊，二段水路过，一块亮仔二段水，看着像是机关。哦，懂了，就触碰机关之后，然后会有一个东西过来，对，啊，会沿着线移动。哦，原来是这样，我以为那个是子弹，看下面图啊。法爷爱上这块板。我以为射子弹到那个水果上的话会发激光。好家伙，这是顶级理解，顶级理解，发激光还行。对啊，这么理解也没错嘛。太对了啊！你以为法爷在思考，其实他是打开了手游，点了几下，吸下体力。说个幕外话，这关其实有一开始是有个严重进入的。严重进入，有多严重？看到这一面的这个存档了吗？原本这个存档能跳到左边。啊、哦，太严重了，这个进入。大概知道了，大概能明白。说实话，上面没有那两个事儿。这是不是直接这一大面就过了？这个东西。大概想得明白原来长什么样。我操！太吵了。哎，大毛优先过了。第三关第一面，率先理解，率先成功理解第一面。完了，萝莉盒子估计要反超法子了。萝莉盒子在那游一直，惨。把妹儿也快过第一面了呀！这把妹儿也快。我们荣幸的称为啊第二个 stage 的第二面下面那个板子成为啊叫什么网红打卡点是吧？网红打卡。
人生思考点。他承受了他这一辈子不该承受的重量。啊，帮忙死在了这一关第二个档的最后一块，那块有点出点难。跟赛亚当时一样，直接坐着 T 等着 T 的直接下就死了。对，但是赛爷总是死在就是第四个机关的那个末尾上。哦，法爷突然意识到他的过法不对，然而并没有什么作用。啊，好，赛爷换了一个跳法。哦，赛爷又换了一下他的过法。对。他本来想着那个快速通过，哦，然后结果他还是走的死尾吧。斜绕跳吧。只要能过，都是正道。法爷这块过法也太奇怪了。国外也有这么过的，那个 MIRI 弯的。对，虽然能过。那米尔也这么过的。对。这法师思维，还说了一句没其他解法了吗？我真是服了。法爷飞起来了，我总觉得板上去之后会有坑。你也是不是在快过了？赛道赛道下面。哇，这是 refreshers。啊？这又是什么？这是什么意思？这类似于加一跳那个东西呗。这不是啊，不是没看懂。碰到之后加两段跳，这个东西。不是，当时这有两个果子，然后一个 key 的，第三列什么东西啊？第三行。哦，不对，是加三。应该是一个会刷新，一个不会刷新吧？还是怎么样？也不对呀，啊哦。对。我猜是一个会刷新，一个不会刷。应该刷新的问题。对，猜是不会刷，对。啊，完了，我们帮赛爷解谜。对啊，他开着 YY 这边的。哎，问题不大，问题不大。完，赛爷开始测进度啊，测进度还行。哎，也不是不行，对吧？那个理论上来说应该是跳不过去的。那如果真的跳过去，就是个大进度。本来是要走上面。对，走那个。紫水啊，紫的那个，原来上面有路的吗？是的呀，你没看到没看到。而且紫水默认啊，我一般默认都跟那个death block 是一个东西。有白边的是一次性的。对啊，对，一次性的。你看右边箭头就插，他画个叉就不刷了嘛。啊，我不懂的呀，我操，我这个破跳刺哪懂这种破东西。哎，盒子跳多了就知道，过了这道。我应该说，你只是一个破 lucky 的。对，盒子一不用救，他已经反受反应了。对，惨了。所以各位猜到这关是谁摆的吗？没人猜。哎，法爷要过了啊！法爷终于过了。你说这个还也不对，这个应该不是这个，看着像 XP 做的，我也觉得像 XP 做的，就这种大绕路，但是也不确定，不是很像。法爷这样能过，特别极限。啊，没什么思路，说实话。不，应该是怎么姿势跳那种东西啊？我还在怀疑人生。没什么思路，这面水。法爷没有蹭上那个零段水，有点可惜。哦，一个是从上往上跳，一个是从下往下，这样也可以，其实对，这样能多一段跳。原来如此，啊，这进度其实也没快多少，如果就算能超成功的话，它本来体重就不高，也很难超啊。这
设档没进入的，他撤了至少20分钟。好，感谢弗拉姆兹的优质解答。然后来个 FM 没 bug 的，是吧？这其实是正路。啊，法爷过载了，法爷已经全面落后，有一点点。哦、法爷应该最后要吃上面那个金苹果、黄苹果。金啊，金，随便吧。啊，测试员发测试啊，这个作者说测试员过法不对，这还行。好家伙！好家伙！吃两次黄苹果，所以做的是毁是弗拉姆斯。弗拉姆斯。惨哦！哎，不知不觉 ，Bummer 也到这一面了。对哦 ，Bummer 好快啊！就刚才他们谁先过了？是擦屁。哎 ，Bummer 一下就找到了这个地方的解法。有戏哦！拿鼠标在分析。哇，他上面吃那个真的有点。飞秀阿正哇你跳起来就差一点哦好好、啊、过了赛过了那个第一个赛、啊、过了牛啊怎么这苹果还在动的呀、嗯、这么叛逆这之前那个机关呀，我这边是要碰一下再碰回去。对啊，上面那个水源是密码。哦，反正这四口的蘑菇，我也又瞎了。直接追上来了，帮忙追上来了。什么？帮忙这个档直接秒了，太厉害了！直接秒了呀！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梦回童年，操！我操，帮忙还能 revenge 成功了。把妹儿你可自认起来啊我操这是什么绕路这个路线应该是对的这个路线是对的是啊路线是对的就是容易看不懂我操这什么东西好这边要我这个然后去哪然后再碰一次应该是这样不是哦还是要从那个水流下去然后跳到左边去对我估计跨面可能还有错不是有一个那个两个克星吗克星交错是的哦对是那儿是的就是他那儿好过了这都可以这都可以留个二段哇其实你吃三段的话可以用两个二段过他就用了一个二段不是那个果怎么往上走了哎这是什么 spinning trigger 旋转的机关 directed 方向机关我觉得叉 P 关之关很有意思，就是他摆了好几面，有75%的内容是教程。确实，有75%的内容是教程。玩兔兔我都玩完了都，玩完了都玩不明白。太屌了！哦，我原来如此。所以是吧新手教程都能卡这么久然后主还不上去这不是跟一开始推二三那个教程一样吗那个卡了没那么久讲个笑话 XP 试图教会我们哦下面那个苹果板子好像是上下是封了的就只能走中间看两个非常微再也下去为什么往下再也沉了哦我知道为什么往下了是因为他碰的那个方向不对对必须朝上切这个边、哦、你进去的时候它是一个往上的力才行、哦、赛爷应该多等一下的毕竟那个苹果板子上下两边都是有那个小非常微小苹果风着的我对这个机制理解好快啊估计可能被荼毒过吧如果你在水平速度为零的时候进去他会怎么办不太可能吧他不是会有一针吗
水平速度为零的话，那不过一段时间它不就会往下落吗？就是在那接触那一瞬间是水平速度为零的，那应该不是可能没有想过这种状况吧？可能会没有判定，然后等它下落的时候又有判定。不对呀、啊，不是不能反着跳到板子右边，跳右边的话就堵上了。我怎么感觉波波可能要超反超这一边？哇，这有可能。对哦，对哦，这已经追了太多了。其实这个说实话，这个板子我也没看懂要怎么过。我当时看一二三，我大概能知道路线猜测，但是我可能跳不出来。哎，对对对，跳到右现在这样啊，对哦对哦，下不到右边了，好上来之后了，跳到左边，规避那个水刺儿。好，这跟我想的一模一样，就我可能跳不出来。这关怎么就我们也是这么走的？CPU 百分百过了。这关有个坑点。是否感到我的智商受到了一点小小的禁锢？然后隔壁有个好惨的，还在那的关。但是有点难啊。八百。那个板子是属于三段跳板子吧？它是棕色的，黄的，黄的。一二，哎呀，谁最后一跳？咱们差一点就过了。黄的吗？感觉应该像三段跳啊。是三段跳啊，是三段跳。是三段跳水。哦，那行。啊，说明我还没色盲，太好了。这有什么好安慰的呢？操！啊，波波应该过了，波波过了啊，波波反超了。我 ，I will revenge。不行啊，我们应该看一看大毛跟萝莉盒子，这个那俩孩子太惨了。法爷的，没人关心法爷了。法爷弹幕在关心对吧？他们运气不错，这至关运气不好，真的很会很懵。大爷卡到了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哎，过来了，应该快过了，应该快过了，快过了，哎，快过了，哎，跟波波一样，心脏骤停，我没了，心脏骤停，波波也死过一次，大概一小时20分钟，哇。哎呀，会不会有啊？那个第二轮 speed run 了是吧？啊，波波开始尝试理解那个 spinning triggers 啊，就是左边那个旋转机关啊。啊，三爷死两次。哦，最后那么多。三爷，我三段呢。我三段呢。看不懂。你三段呢？你猜呢？出水井那一段是吗？其实这里出 bug 了是吧？我三段了。九月份有玩过这个吗？我测了一遍，然后我被这关卡到了，然后我就后来理解了，没测完，然后尬到冒的是吧？我后来理解为什么了，我逐渐理解一切。真的吗？哦，八百过下一面了。好，爸妈应该正式开始关卡了，没有教程了。其实没有教程，这么多都是快一快已经懵了。对呀、啊，现在还有谁记得刚才是教程呢？妈的，什么神仙绕路啊？这是什么东西啊？我的天，看不懂。其实叉 B 关最后一面。啊，这 XP 试图教会我们。对啊，你这个细缝的这个水上去就是那个传送门了、啊。你想，你开始那个地方。心脏骤停啊！你已经掌握了这些，那么现在来开始实战吧。Stonk 来 ，Stonk 到叉 P 关了。完了，按这节奏，八门一个小时15分就过了。经典。啊，磕脑袋了，玩的好痛。我去，这是怎么找路的？这发现是方法错了吗？有人在说，弗拉姆兹说的。咦，哪里不对吗？对，赛爷方法错了。我觉得这不像新手教程。确实。不能碰蓝色。哦，有道理啊！
因为碰到蓝色之后它就变成二钻石了。哦，刷新了。对。哦，这样啊。哦，可能没注意。这还有一个潜在的小坑啊。潜在的小交错是吧？对啊，八美要过这一面了。不急，我们要相信三爷，三爷过了的，终于太煎熬了。我三爷，三爷速度从钻和苹果，不是刺儿苹果中钻过去。难道要走一下路线，把我看麻了？我觉得，我也很好奇，就是存档点左下方的那个水。哦，好像很牛掰的样子。哇！哎呦，我听到一声，大概就是中间一个轮轴是吧？哦，过了。妈妈过了，哇！妈妈下一关了，妈妈下一关了。这不重要，这个就最后一关了。啊？最后一关还有吗？我不知道，因为看他们说那个结束时间，感觉好像最后一关的样子。好像是这一面好像是个综合关啊，这不是之前所有的结束？对，这怎么多了个药？那第一个档就算新手教程，这不是第一关的机制吗？综合了，大综合来了都。不对，这不是出现跳刺吗？都出现综合了都。综合跳刺没毛病。好，哇，三爷过了，强啊！三爷逐渐理解这一切，开始实战了。啊，这是最后一个档了。我刚看了这个路线很，很有点小复杂。确实，反正三爷表示不管什么先跳出去再说。没有什么是跳着跳着不能跳会的，如果有呢再跳一遍。那后就没打。哦，法爷不会不知道这个 FJ 能跳上去。感觉太了。不对劲。那个水踩了之后，左边过不去，似乎可以过去，但有点极限。应该能过。应该能过。这里。不是终点在哪？哦，左上角那个嘴。哎，对我这么一想，歌迷挺强的呀，一小时59分，这个对于歌迷来说应该挺难的。这才是苦练了一个月吧。歌迷玩不懂综合，不，歌迷玩不懂这种机密课的，他要玩。然后人家一个小时59分钟是吧？他要是玩得懂的话，我早就玩得懂了。啊？这个歌迷恶心炸什么的。那个国外组在骂出口。操 ！Penises 都出来了。反正听不懂英语，我就这么光棍儿，对吧？我不太怕，听不懂。什么 fuck man？ 啊，他们在说是哪谁的关 ？XP 还是 ZIP 的？怎么两个 P？ 说不定只是个语气词而已。也是，就跟我们的操一样。你这就好比你平时口头禅，你会拿 JB 做口头禅吗？都拼得死了，你可能会。
我觉得你可能会。我怀着针对。所以帮忙说也很合理是吧？确实，送个帮忙伊利亚。操、啊！麻了。哎，据说这里也得吃两次，看不懂。Disco 那边都疯了，你要我干嘛？你到底要我干嘛？你看到这个视频，你到底要我干嘛？对吧 ？XP 关吗？对。那肯定是 Stonk 的直播间了。他们 Disco 的是一起的，不存在直播间的问题。哦，说的也是啊。他们是一起聊的，聊爆了。I don't know what to do, honestly. 凑凑陷阱，什么东西？为什么那么多事情会同时发生？啊？什么？处理不过来了，对 ，Stonk 的发言，再要过这一面了，就看后面路线对不对，我找管理。可以啊，三。啊啊！是你先吗？并没有，不是我的错。咱并不能否认阿野，人家说要过的时候，他笑了笑了。精心准备一个月。你们也准备一个月。我精心准备了一个月，然后现在在那吃薯条。你们都精心准备一个月，那我们都去准备了呀，我准备不了了呀，我摆烂了呀。啊，你的事儿已经干完了呀。直接 suck my balls。不行了。哎呀，绷不住了，绷不住了。关子太搞笑了，只是把我们狂暴轰入叉 P。哦，三爷，啊、这做法是对的。我也听见国外。对，这个撞四。亲近国外，快乐国外。哇！哇！那么下一个档过了，但是哇，这个是对之前机制的强化版吗？还是？这是大综合。哦，好，三页过了。三页过了，下一个是叉 P 说的 Q123，那什么？就是第一关的机制结合钥匙，我只能这么理解了。哦，那个关门那里那个东西是开关。What can Sarah do? 大爷这面路线也非常的绕。哇。六啊，哎，学长洗完澡了。想要学长来翻译一下国外出口，这初见坑叫改名什么？初见跳刺吗？哦，波曼那关的机制我懂，我的个鬼鬼，这还能再继续在原先已有的基础上再加东西呢？可以的，会的。嗯，塞满他，他是啥？塞满大宝箱。绷不住了，绷不住了。他等于是要加个枪，操！绷不住了，真绷不住了。虽然听不懂什么意思，但是我听到他语气，你得崩溃。哎，太爽了！三爷路线整对了。我跟你讲，这句话用中文怎么翻译？我二段呢？什么话叔叔啥？不然我二段估计应该快过了。我操，这个路线对的话，应该就没啥毛病。啊！
次交错了，影响不大。我要去路线过了就行。法爷今天没事。法爷这是又在思考人生。可能该好、啊。哈，是动可来了个哈。好、啊。懂了，我这是去第四高子看一眼。哈，又来了。哎呦，人说言辞，我刚刚才听到 Stonk 的哈。哇，你这有点慢啊。哦，还有个钥匙。哎，没办法，哎，你这忘拿右上角的钥匙了。看来直播间呢。应该先拿右上角了吧 ？What does that mean？ 不，就是先拿左上角，这个没问题。哦，这样。学会了法语的臭臭。哎，国外 Discord 频道是哪个？是那个 FM 头像那个吗？这个你得问学长，不太记得。啊？什么？频道我不知道。就是 Discord 的频道在哪？是哪个？这个你直接看那个大会主页面知道了。那主页面不是有指路那个 Discord 的吗？如果你能不能记住，应该就是我们那个 Discord 的吧？应该就是我们那个。好，这应该快过了。让他们去大会 Discord。最后一个实际活啊，过了。那你不能进去而已。你要接受第二面的洗礼了。好。这个我先不说第二，这个新加的这个东西是啥，你们先感受一下。我看到这个宛如觉得啊，左下右下和右上在同一面草同一个 stage。 确实啊，恭喜啊，萝莉盒子追上了赛爷是吧？不懂就问大毛领先吗？对待问题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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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毛领先，大毛画风不一样。法爷你停止工作。顺带说一下，波波领先赛爷两个的问题不大，法爷点赛爷玩的蛮开心的。那你手机不是 OK？ 哎，我不行，怎么了？国外反应太吵了。就你虽然听不懂，但听到他那崩溃的语气，你就会很想笑。他说他忙了，应该知道这个新加的东西是干嘛的吧？就现在接下来就是找路，就是干嘛的呀？我都麻了，怎么这么多勾巴新的东西？说是干嘛的呀？狂塞，碰一下上面那个是一个开关，切换之后呢，就原先不是碰一下都会刷新吗？然后切换之后，只有加一票会刷新，剩下都就恢复成原状。Interesting。这怎么这么多勾巴东西？我那是找那新道，找到他妈某时西华的东西，我他妈看了个晕。啊，不行！果然啊，油炸东西冷的不能吃，肚子好痛。可是 Q 字音。太吵，封不住了。太吵。Excuse me, 不是我操！你可以这么翻译，你礼貌吗？你礼貌吗？好哥们儿，我们来到下一面了。哇，这是什么东西啊？妈呀，这是不是当时让他们摆的时候故意要摆一面，最后摆特别难的那种？哎，他为什么第三关的这个机制放在了第二面，第二关的机制放在了第三面，好奇怪。可能根据难度排序吧。不对，学长，你不是强烈要求过了吗？书名号强烈要求。你们有没有人问一下法爷是现在在偷摸干手游？那好像站在那动不动好久了。Q 123看看一眼消息，法爷脑子转不过来了，来给点提示。记住他，记住他也问题不大是吧？啊，这不应该这一 PSY 啊光。
我自己都也没有，我自己都忘记这一这一路是什么了。法爷点 EXE 已停止工作。三爷没追上。应该是法爷点 EXE 已停止响应。工作还是要工作的，这辈子不可能不工作的。法爷点 EXE 未响应。三爷开始思考。对，这边得稍微找找路，不过这边就真成普通的水灯板。是的。啊，应该快过了。路在哪儿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左边中间是红色的？好吧，三爷没有找到正确的路，现在还得再找找。我不懂就问。哦，好好是吧？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过了。可能他没找到 warp 那东西在哪儿。好，这边是原先第二关的机制，新加了一个非常熟悉的设定。啊，射击那个啊亮板。射墙跳。射击加一跳。射墙跳。传统。啊，没有没射到。现在赛爷跟波波在同一个档，顺便说一下。看看，完了完了，波波迷路了。操！波波的路线很奇怪。来到了四点两。哎，原来是走这边的吗？你，啊这，啊这啊这这。啊老爷，快点！我连续两个反射射击吧，太怪了。得来个这个图。我发群，我发那个发 SF 群了。看看。九铲跳出大树。哇！操！一面一存，四劈叉，精度百次，最后一跳极限。多位知名作者，哎，我看到你这个图，我想整个活了。哎，反正我算了，有空再说吧。怎么？你要把那个汤姆猫的表情、那个头 P 到谁身上？不，谁把谁？我要找那个视频，找一个视频，就是疯狂加东西的一个视频。我跟你说，我这个描述，我那个四 P 叉摆成换成32 P 叉，就是在说我。我就是一面一层，然后最后一条曲线，但我是132的，还真漂亮。其实我挺想让格斯特把那个就刚刚那个发了个图，直接摆上大会，放到中间，放到中间。对，确实可以，确实，因为太形象了。操，格斯特考虑一下。我摆的也是一面一层，最后一条曲线啊，那么我摆了32嘛。所以我只能摆大份。我总感觉赛爷这路线怪怪。赛爷现在路线跟波波是一样的。主要是下去了之后怎么能反身射吗？那哎不行呀、啊！我下个版本一定要加个射击提示，我疯了。哇，他这个波波都开始钻那个强化胶布，我这感觉这路线肯定不会吧？我下次咱们看管。我感觉现在也是乱交了，你钻了，他也开始钻这个东西，怪事，看不懂路了，真的，哇，看不懂，钻过去了，钻过去，我操，不是草证都是啥呀？我没看懂，钻过去了就离谱，知道吗？不是右上角那个钻怎么还会往上浮的？他们一开始那个路应该没什么问题。我看懂路线了，我看懂路线了，就是反身跳应该是。学长这个提示给的是的确非常有用的。中间有个紫色砖。对，这个紫砖射一下会击中力啊，这我就懂了。我就想这路线怪怪的。哦。哪儿中间有个紫砖啊？就是中间偏左一点的位置。以后没有兴趣。
都不好意思哦哦但是三爷算不准呢、啊、在给了提示之后蹦蹦快过了啊蹦蹦过了啊蹦蹦过了这个档会百次多摆两遍下次把这个紫色砖给加亮一点 Pink 冒号 Purple Black 这个紫砖是真的注意不到妈妈看了直呼内行I don't know 直呼内行主要是击中猎舟这个手感很怪确实看着就很怪对，法爷现在是在操作业线了。操作业，操作业。啊，我这边法爷的流他是卡的，哦，闪现，操！动个王子给绕回去了。对，没绕明白。啊，我总是要听到国外说来一句各位。三爷差一点，哦，站上去了，哇啊，好可惜，突然心好痛啊！这没事，死架死了，心好痛，我盖着我的小被子，太难受了。三爷加油！操、啊！不，我们应该先看一看左上角很懵的大毛。大毛需要提示，大毛看不懂了。大毛，太草了大毛，毛，哎，这个黄色的是加二，黄色，对，黄色的是加二，然后紫色的是加一跳，这么理解就 OK 了。是的，黄色的苹果，不过你可以吃两次。王赛爷已经到了，赛爷过这个档。但是，虽然跟包们在同一个档，但是开荒的进度没有包们快。哇，哎，大爷瞬间理解了这第一跳应该怎么过，估计是被那个紫色荼毒的。看懂了。跳起来之后呢，瞬间射击加一跳，哇！六过了，哎，可以，可以，可以，同时过，他跟波波同时过的，哇！同时，再一个波波同时过的，牛啊！牛啊！不愧是SAIRA，我猜这是最后一面，是不是？黄砖什么效果？黄砖是那个加速，这是什么传送？横向，这是刷新痕。这是真大综合了，这是这是 XP 的那个水，这个水啊，这你们看到上面那个锁了吧，对吧？啊啊，竖着向上的表示什么呀？对吧？是个塔，怎么竖着叫塔？说到塔，还要说到还下届大会 QA 出一个塔，提到多少次是吧？怪，那不太可能。狗子都不可能有这个嫌疑，就是那不重要嘛，重要的是随便给个字嘛，这也能开，对啊，确实好开，这破路也能开，我跟了，不跟，开始回忆他闭关的机制，说到塔就不得不说宝。说到宝，就不得不 Q 一下学长。宝呢？说到塔，就不得不提到宝。好开。说到宝，我宝哥呢？操！我死了，哦，好哎，三爷似乎理解了。哇，六啊！小鸭路稳住，
国外都已经评分高了。那个王爷苗那个。哦，原来之前 K 幺三记错的是这一年。啊，好方。哎，他没碰到那个切的。是的。我还说什么了？王爷苗那边。中间吗？这边不是有坑吗？往下落是。对啊，就是那个。哦。我给大家剧透一遍。好。行。我们还没有看，我们还没有在赛这边看到呢。那就看赛爷配不配合往下落一下。这也就顺路的事儿，顺手的事儿。顺手。好伤，玩这种不大脑不会过载。那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百叶已经超载，百叶已经过载了，对，过载1000%了，都被响应了，百叶已经开始载入辅助程序了，百叶被响应。三分钟前石洞可说他完全明白了，结果现在还是卡在这里。I completely know。 我发现我看这个游戏 我怀疑一个问题，是他怎么还有二段，他老来的二段，他怎么又有二段，对，他为什么要绕，好奇他为什么，他听到飞他为什么都不落地，他怎么这么多票，操，谢谢赛爷，谢谢赛爷，看到了没有，谢谢赛爷，谢谢赛爷。我为什么有个 RWM 呀，这太顺手了，绝了，顺手做的是什么，王爷喵虽迟但到是吧，看到的。QQ 在表情包里搜索 WUM 有王一苗制作两款本，我在这推荐一下，免费的，免费的。啊？为啥再点上不去？因为不开右上角的开关，上面的那个水是一次性的，就是碰完之后那个水就消失了，你就上不去了，你就掉下去了。所以必须得先把右上角那个开关给关了。关了之后，然后就变成一个永久的水，然后就可以快乐的畅游了。赛爷思考，我也在想着这米两一个小时59分就打了，也太可以了，太可以了。哦，赛爷过了，过了，好好好，过过过，我的天哪，我以为是最后一面了。赛爷过了，王爷喵喵，操，我在说什么？我依稀记得 Q 一二三说预估赛爷1小时20分钟。现在也过吧，怕你，怕你，卡乐，赶超了，好耶，赶超了 ，revenge， 撤了撤了，啊，那也没有测着，居然还有。这路线麻了，我看一眼。我每天都在思考这解谜的一些作者的脑袋在什么长，不说我就没有。我怎么就长不出这个脑子？然后其次又在想，就没有这种脑袋也就算了，为什么连解谜的脑袋也没有？玩不懂。哎呦，就是 Stong 终于过了新手教程面了。新手教程，后面还有的，后面还有教程。王爷不，那个什么 XP 试图教会我们，但他失败了。其实还是有动的，叫优秀学生。他说他不喜欢这样的新手教程。
过了，成了第二个档了。哦，这边有开关啊。啊，是有开关了。嘿，差点啥了？哎，臭臭那边已经。这，对，还有那个开关关了。这里必须得关，没有别的路。是的。啊。可惜啊。跳一个强化克星吧。那东西能跳过去？再开开吧，开关关上。没放阉割版，对吧？啊，左上角大毛也未响应了。大毛职业已经停止工作。可以牛通了吧，应该是。我喜欢看 Thanks for playing。 啊，好，刚有，刚有，恭喜三年六六六，哇操，牛，这不敢，三爷谢谢干二件了，不是。这个二件应该比一件要快很多，啊，很多，四分钟，四五分钟，十分钟，差不多的。秒了！赛爷这不搞个二剑再速攻一把？神！等，我给赛爷放四面没有放进去的。好，我才发现萝莉和强化版，考虑打打原版。别人石座比我牛逼了。赛爷牛逼！God Sarah， 好耶！南帝画真好看，贵是南帝。这时间能够打三件，放假 revenge 之类的帮吗？来，秦朔，这个你到时候写一篇这种为什么是神的文章出来。离谱！那我要写，我肯定写歌迷啊！我操，到哪了？你到隔壁去看一眼不就完事儿？那吹肯定吹歌迷啊！那三爷打算把那个四面玩一下吗？展示一下，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是吧？我已经发了。哦，原来那个苹果那里不需要跳到右边的，那个半个可以直接钻上去的。呀，哪里？就是叉 P 关的，旋转奇关那里。第一面那个右下角那个黄色的水上去那里，哦，就是我当时问，如果水平速度为零时会怎么样的那个机关那个地方？对对对，你这张你们不是从右边过吗？它中间那个小苹果很小，你可以直接从中间半个钻上去。哦，哦，明白了，大概明白了。需要到右边再切到左边。对对对，它那个和小四和那个小苹果中间那有个半个可以钻。操。还真可以钻啊！是他就这么钻，动过就这么钻过去。我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我想失败了。哎，大毛也来到了第二个教室馆。我怎么看傻马一个人在神剑呢？骑士是犯下骑士之罪的骑士。哎，我觉得法爷可能在想能不能放我回去打活动，我要清体力了。体力清不完了，12点了。
体力一般不都是第二天早上清完的吗？Q123 清完体力了吗？他应该一直在清，我估计。看也许吧。还有500体。好，有一只破级啊，在隔壁问为什么初见跳死全都是外国的。哦，请问各位，你们的啊那个什么亲密度刷完了吗？啊？啊，刷完了，都上线了，看一下。送你失败套 F5 转一下。哦，新的一天了。啊，三爷不是开了书童啊，三爷是打算打那个四面阉割的。啊，对，这个是第一个阉割面。啊，我失机了。哥们儿来到了最后一面，你叫啥？可能 Apple Pie Jump。哇，这理解得太快了，我都没看，我还没看懂路。不，我操，会有好啊！范老，你有今天 ？P 干个 P， 不要 P， 好。啊！哦，法爷抄作业终于抄完了，接下来要是不是要抄新作业了？啊，第一站搜索啊啊某某某啊，对。强啊！你们说离谱，看呆了。法爷。我昨天想那个，在 P 面就已经那么困难的法爷 XP 面是不是要记？对啊，这肯定记了呀，记。ZP 的哥哥 XP，ZP 的哥哥 XP， 一加一等于二和证明一加一等于二。好的哥，我这三爷反应也太快了。三爷，啊，那半个没钻进去，啊，连钻两个半个，好家伙！怎么判定？加速是不是有点太快了点？是这么跳的吗？总觉得难度不对呀。还行，大会第六天了啊，没事，这个过完之后还有个节目。一个大下落呢。嗯，啊，这下落，但总觉得不对，这下落。有点问题。那个好像不对。哦，对，这才是国法。啊，这就对了，对。哎，二段呢？走到那个砖上，这里需要先碰那个水，就是先把水浇掉，然后再加一跳。哦，哎，对对对，对啊，这样过了，对对。啊，过了，你妈一块。赛事理解。赛事理解。经典赛事。学长冒号点点水城版加一点点心理课。法爷表示这是放错触电跳错了，是不是放错游戏？我们在怀疑对不对？初见能合吗？好不，初见解谜，好不，每年都这么晚。哎呀，还有啊，狗斯特保留项目，难忘今宵是吧？
保留项目。哎，最后一跳这么跳上不去吧？嗯，不太懂，感觉应该从那个左边走，左边走侧加一跳滑下来之后，然后再跳。啊，我也这么想，感觉这样更好。是的。我一个解谜废才试图理解，太难。嗯。明年没人报了，全割了，操！对，出这么难，明年都不敢报了。明年别把这种找路要求做得这么高，这个太难了。是的，这个都快变成啊那个。哦 ，stock 终于过了。Blam puzzle。那个赛爷，那个赛爷应该从左边那个水走，水左边走。对啊，左边也上不太去的样子。不是啊，就是那个上一个水，然后走左边荡一下，然后吃那个加一跳的。理论上的确可以，但是感觉怪怪的。是的，走到那边的话，至少你还有点容错率，不像是右边直接掉下去。我感觉不对。不对吗？有点上不去的样子。哎，不对啊，先前。先前是怎么吃到的那个加一跳的？哦，对了，就走右边，对，走右边跳过去之后，然后反身，然后蹭水上去吃加一跳。哦，Bomber过了。啊，通关了。哦，对，Bomber也通了。好耶，去隔壁 happy 一下。去隔壁发狙击，不用了。去隔壁狙击了。对，就从右边跳应该是对的。就一段跳过水，然后反身蹭一下，然后上去吃加一跳下来。就不用二段跳吧，感觉可以直接吃那个。我个人感觉存档啊，可以直接吃存档啊。对啊，我也觉得就应该就是反身存档试一下吧，我也只能想到这样过吧。反身蹭水，直接蹭存档了。直接吃存档，存档跳是吗？你们想？不没有，就是直接往那个存档。哦，可以。跳克星，反身蹭水，然后回头就上去上存档了呀。对不起，想复杂了。还哦，右边有个板子。欢迎光机帮我覆盖后雾弹。这板子不好蹭到。真的不一样。哎，上不去，尴尬。话说你现在音源是谁的？发爷吧，我觉得一直是。除了发爷音源，我们还能听发爷的蛤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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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抢先体验版。啊，对，大获群在那个复读。哎呀，该吸啊！我躺下了。哎，请学长来按金枪的时候叫我一下。我去摸会儿鱼。哎，我也摸会，我也摸一会。
确实看了有点累了。对。辛苦赛爷了，哎呀，赛爷太强了。赛爷每天高强度跳，应该没错，就是这个跳刺难度本身有点大。嗯。可以。试图是这样，没错。空调吹得好舒服，确实。我主要是本来想吹风扇，但是我有点发烧，改来吹空调好了。操！哎，我操！感冒了，蛋！我干嘛又跳一下吧？而且还快开学了，还有万一对吧？那就太恐怖了。那没事。明年整天自学内容嘛，自带草稿纸入场。那不行，我们报道还要需要48小时核酸检测。啊，做一个量子刺学专业这个跳刺专业。我怕我一过去医院直接被丢发热病房去了。我们还好，我们低风险地区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也是低风险啊，但是就是这边省上规定的。哦，那没有，都是这样。我们学校还得动用他们自己的什么医疗什么干什么的，给我们所有人做核酸。哦，我们也要做核酸，自费。歌迷原话传达一下，百叫百次组，百简单点吧，一米克百这么难，百你妈呢？这个中括号表情中括号。然后中括号表情中括号，你能想象出那个语气？啊，原话，直接来个白 NM， 懂了，下次再难一点。不对，是中括号图片中括号，来点什么 TAS 牛，然后 TAS 蹭吧。TAS 基米克，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仙人掌。什么二段现真仙人掌？来，好跳个鸭，都是好事。就说半句，只要弄死就往死里弄。哎，说起来，最近不是有一个量子刺学的长篇著作？啊。通读并背诵，贴吧确实有一个什么幽灵二四，他会要考什么的。B 站有那个专栏 ，B 站也发了，我看的还挺系统。我昨天还准备 QA 的时候，在已经开着专栏在那边看了。夏一姐下来百次，夏一姐不是已经下来百次了吗？你们是不是忘了那个三爷摆的那个合作？哇，那最后那一面有点离谱的，挺好。我应该还有一段台对吧？想想三爷的脑子。还能被那个是一般人的脑子，太恐怖了。像我看到赛爷的合作跳刺，第一反应是可以挤进去。我的最后一段呢，直接来一个一面好吧，然后空间利用率极大，疯狂去，就最后目的是为了贴某个墙那种感觉。这怕是那个赛爷要去找那个，找那个 Q 进修一下。来个上三珠峰是吧？空间利用率百分之三百，太恐怖了！空间利用率极高，一面的刺能摆成三面的效果。哎 ，XA 绕 ，XA 绕，狂绕他妈的！我刚刚看他那个 TS 藤蔓图，我真的看懵了，那已经不仅仅是 XA 了，还有 YA 了，这。不知道他那个都不知道在绕什么，都看不懂在绕什么。该压了，赛爷过了，这是
好、哦，这下一任另一个压关的西岸吧，这是最终关的西岸，应该是。反正还好没加，也可惜没加。两极分化过于严重，智商拉开了水平线，操！我应该说老性急转弯能力。这一条点，歌迷说这里没有十年摆不出来。这里啊，没有十年XP摆不出来。这里至少25年。这可就不是啊，伊利亚的进修一个月了。懂了，歌迷这个直播间被封十年之后就能摆出这种次。确实，代言肯定大家一起卡过。这个啊，歌迷冒号，等我十年归来之后啊，你来就是这个初见跳刺前十了。确实，我早知道就爆了，对吧？早知道就爆了，确实，明天初见 FMA EX， 哥十六关摆那个难度 EX， 如果真出了，没法初见晋级了，没法玩，十六都那个难度了。你不单纯把十六关那几面拿出来，我觉得都已经很离谱了。得开始了，老廖公然黑屁歌迷。什么黑屁歌迷？懂了，下次。就是你后面那个十六后面那个 EX 啊。不要搪塞过去啊！下一次学长做这种事儿干倒谁，一目了然了啊！你至少那你还有个成就没更新啊，还有一所谓的剧情啊！烂尾了，兄弟们，烂尾了！洗洗睡吧。所以要不要给妈妈发那个版本？你看。要不要给那个巴尔发那个蔚山的版本？还有半个小时发的，那你要不也可以？你给狗斯特发过去吧。你问学长。学长再支一个。不能，不支。就是没有消的版本，就是赛爷现在正在打的版本。就是一点没有删减。有黑暗的未删减版本，爷今天看到了很开心。删减环节，阿本看了一定会发出爽朗的啊，开心的笑声。如果要发的话，我先关注一下国外这边的声音，看看什么反应。这是反正我这边直播间我也开着，然后看着那个声音，零杠十九十九杠一百，去年也是删减版打的时候，我印象中去年是不是也找的代言展示了一下，这忘了，但当时 Q 一二三的第五面还是第六面不是无解吗？好像是有，就这么一说。到时候出来之后评分直接零杠十99杠100，然后评论 What the fuck， 就离谱，然后来 It's so weird， so weird。哦，打那个 WTF， 先给你夸一番，然后直接说。But it's so weird。 有人精了啊，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众乐乐不如齐乐乐。我们的
我们做游戏的啊，就是要给大家带来快乐，是吧？萨克 S 一边 ，S 一，啊，我的操！操！看大家啊、玩了这个跳刺刺笑得多开心啊，就啊达到了非常快乐的其乐融融游戏制作水平，其乐融融，对，其乐融融，大家玩大家的脸上都挂满了开心的笑容，再也可惜了没收到那个绿光、对，然后 语音中啊充满了一片欢声笑语，群里那个什么鬼玩意儿、哦三月过了，牛啊牛啊牛啊，来这是最后一面了吗？还是这期应该是四面了，对啊，这不是第四面了吗？对，应该是了吧，高等奖，猫猫，谢谢猫猫。啊，哦，怎么了？昨晚又有人过了，这有人 yes 了。哦，哦，没有通关啊，那个过面了好像。噔噔噔。三爷的鼠标出现了，干，好难啊！太鬼畜了！我们相信三爷的吧。重量子，这非常不负责任的说，跳了跳了就会了。这面压根没消，这面压根没消。来救救法爷，我感觉法爷不行了。救救法爷。时间上对，如果再延长，三爷已经通了，他现在打的是一个非没阉割版本。如果再多给个一会儿，说不定 stomp 也没。这边才一个档，谁摆的出来多摆两面？估计是只能一个档。妈妈，那个机密课没法保存。哎呀，我在干嘛？最后一面更是重量级。Hard 点 CS 啊！啊，对，学长好像说过，这次所有学长都能过来的。但是比去年简单多了。妈，真的吗？真的吗？这个。你跳刺的话可能是简单一些，但是来我现场这个动脑是你根本不能拿难度来解决、啊、我现场去整个图重新定义50级我强烈要求强烈要求哈。50，王者青年啊，书名号50，赛姐书名号50，对啊，像这种动脑子的，能用级别的量化吗？不能。哇，大毛啊、大毛已经成功出了新手村，恭喜他！出了新手村，出了新手村，确实啊。难道不是吗？来啊，现场 P 个图。我去，我好卡呀！
真感觉比起前面，比起后面来说，前面这些真的是新手村呢。哎，确实。他有传给那个国外那边吗？那个梅艳哥版本？怎么都没有点我们想听到的声音？看一眼，波马没有打 ，BGM 好听 ，BGM 要是不好听的话，谁敢打呀？这，对啊，就非常简单一个逻辑啊，就舒缓啊，优雅的 BGM 啊，会让人有非常有耐心，但是慷慨激昂的 BGM 就会让人非常急躁。好，我翻弹幕翻到了一些有意思的东西。整点。左下角机关脸部都变了，这说明你没看懂。啊！我们苏三爷几乎神作了。这是他第一次到那儿，但是范赛已经该看懂了。这好像不是看懂了就能解决的事情。来啊，来！现在翻弹幕，现在就翻户口本了，操！操！伊利有问题啊，伊利。啊，翻到了一个有意思的评论，叉 P 的啊，发群里了。操！啊，我们读一遍啊，下划线叉 P 下划线冒号大毛挺懂的空格太长了，叉 P 啊下划线叉 P 下划线冒号大明没明白机制。这应该隔了几分钟吧？隔了几分钟。我已经刷新过一次弹幕机了，我如果刚才按那个刚才那个都能刷到我出现过了。哦 ，Thank you for playing， 哇哇，大家把666刷到公屏上，哦不，在公屏刷到666上，强啊！或者大家把666刷到叉 P 的脸上，三爷太神了，强啊，太神了！哎，我觉得通关二度。啊，赛爷已经二剑完了，二剑完了。赛爷为什么是神？请狗斯特做一个赛后总结。啊，那边大老姐不是也提出响应了吗？别赛后总结了，我现在就总结一下。当我看到那几关的时候，我人都麻了。操！国外组干什么？都给我摆成80级，我人都麻了。强烈要求，50级，重新定义50级。国外已经疯了。国外确实。国外开了秀口技了。赛爷首杀，法爷没垫底，大家都有光明的前途。真的吗？确实。啊，那个老廖啊，请把那个 XP 说的那个50级啊贴出来。哦，我等一下，我哎，反正直播间不放，我先找一下。嗯，以便啊大家。那个瞻仰是吧？瞻仰，对。花法你说对了。把那些偏执都发给我，都发给
也就五十级左右，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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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我怀疑你们在，算了，不用怀疑去。对数可太操了，周周已经忘了对数是什么了。我上学都学了些什么？哎呀我操，终于找到了，我操！来放到大会、那个放大会。等一下，我去合一下，合一下。润色一下，你要润色一下吗？润色一下，那我得放到一起吧，总得。也是。TS 启动。罗斯特，蓝忘机交环节你准备好了吗？我后面还有个项目呢。哦，我知道呀，提一下。没。五十级，那叫什么啊？左至五十啊，右部封啊，右部封路什么？快点快点！你们谁有梗？快点快点！啊，你直接看一眼大会群，一堆呢。哎，来，来，福包打给狗色。别发群里。我觉得这几个随便了都。操！那个伊利亚复读怎么还复读个加号？这次选手都能过，但是比去年简单多了。去年80级，今年50级。对吧？这一堆，如果你要去截这些，对吧？包括Lollikit的。然后我今天不是做了两个九宫格吗？啊哦对，把上面那个什么啊那个，哦我宣布Lollikit的什么那个，你开场说的那个可以截一下。老六，你找下那个开始这个弹幕，然后王者青年说了一句啊，那个什么，提前宣布啊，那个什么，让我们提前萝莉盒子赢了呀什么的，让我们提前恭喜萝莉盒子。哦，对，让我提前恭喜萝莉盒子。对，找下这个。大毛还行吧，大毛。大毛是希望，不太行了，没事，加油加油，你可先努力一把。反正赛后之后那个我们不用保证 XP 的生命安全是吧？法爷有点难。啊，让我们恭喜啊，大会的那个这个号呀还是没有突破1000粉。我就皮一下。应该跟大家说一句啊，这大会号1000粉未达成，未达成啊，1000粉后面呢加个长的破折号，然后语气激昂
然后来就未达成，就想锤死你啊。他不会的啊，他不敢，没事了。这也是多少粉啊？看一下，千粉有福利吗？千粉好像没有吧，我想不出学长能拿什么当福利。我随便来点来点什么抽的什么小手办、小玩具之类的。有啊，学长有雀魂周边啊，他抽奖抽了吗？学长，觉得你该抽奖的时候啊，迟迟不开奖。我不抽奖的时候，一抽抽一堆。怎么玩这边？我每面都有新玩意，搞我吧，这需要多的是啥？一车。
德性的。一颗心的话，这个什么玩意啊，这一面的地图有点看不懂啊，下面那个什么意思啊，下面你干嘛？哦，然后下面是要干嘛？
哇，这个变很快啊！裂开。我的耳断呢？不是我的汗断呢？我汗断了。难道我碰到蓝的关系？汗断没了。还有多长啊？啊，好，这个又啊，一人到。OK， 时间到了。那就啊，一人到。大爷辛苦了，大爷辛苦了。大家辛苦了，一年见，一年见，一年见。疼疼。大家一年见，一年见，一年见。I see it.That game was good. This game is extremely good. This game is good, but Zephyr save one is fucked up. Screen 3 save one. Yeah! That save destroyed me. Yeah, same. Yeah, Poochie kinda got destroyed. Bro, that save fucked me hard.It's like screen 2 was free, and then this. Can I finish this screen in time? Well, time's already up. Already time. No, <it's... laughs> I'm gonna beat this off stream. I'm gonna beat this off stream right now. I'm gonna first try everything. Can we like stop the stream? I don't know.Do we just like stop? GG. This was fun. Yeah, Anoush. I know, right? Yeah. Well, I'm gonna do this attempt. Oh, yeah, Mir, good luck on FDM. Yep. Good luck.Good luck, man. Thank you. Good luck. Don't forget to beat FTFA Deathless first try after FGM. True. That would be such a Chad move.
thanks for GGs. The invitation. It was a really fun race. Yeah, this was fun. Yeah. This was even fun. Though difficulty is kind of brown once I it's fine.